回来了，哎呀，差点饿死！八一点就饿死了，我操！还在哪里啊？我看一下。尾巴？你还在盖啊？哦，对啊，我什么都不带啊，我就一个人在那边建立一个基地啊。盖超屌，还是不会跟我讲哦。我刚不就说了？你要什么？嗯。什么不用啊？我直接可以自产自销。啊，小啦！我已经盖一个工作台啦。你要拿不愿意就拿。哎，这个装甲，帮我放冰箱。帮我弄什么？魔女在那个魔女在 K 处这边。没有，他是空手来的，然后他已经 K 大出了，他盖大了。有料了。